讲到这个二七部队建军的失败，因为这个谢雪龙的出现，使乎国民党政权啊有所就靠，啊，遐也加以日本过去日本是一个反共最烈的国家，伊的反共思想啊，灌输到这个山地部落。啊，所以当我想讲要住保利地区，啊，就地取材，啊，还去访问几个山地部落，还跟因遐游店，啊，遐店路，大家相处咧非常愉快，啊，作为唱日本军歌，作为谈啊往事。大家会真好，但是一旦啊延吉啊，这个山地青年，希望山地青年会当来投入日式部队啊，迄话题时阵，因都非常的惊吓。如果讲日式部队，听讲就是红军，就是共产军，啊、哦，万千万无法度接受。区长廖德聪先生早已经通令，啊，这个日式部队就是小雪龙，这个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，啊，哦，这个无暇事件的这个惨痛经验，我并无忘记，我无愿意搁再第二次，啊，迄，啊，拄到这款的。啊，麻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尽管真有礼貌，甲我谢绝，但是我等于空跑，啊，迄、那个时间，迄、那个迫切的时阵，安尼空跑，几个部落。后来我感觉讲，这个已经无法要建军无法，甚至要带玻璃喷地。啊，收下去，继续收下去，也是无啥可能啊！啊，所以买啊，啊，即个大啊，玻璃啊，就地啊，改善。总而言之，我的新生六十年上册啊，无风无雨一小舟。一小舟，无风无雨一小舟，就是我新生六十年的上册第一本，是由我出世的时阵写到我的求学、出国求学，乃至求学中去予日本警察掠夺我思想偏向独立、台湾独立，也教我。監禁啊，將近一年啊，了後台灣的啊，看著台灣的這個社會，發現著台灣的社會完全變老，在這個短短十七八年中間，吼、哦、啊，甲日本統治時代啊，比起來完全變老，完全不同款價值觀。也、啊、好，人的思考模式也好，道德观念也好，非常非常的严重的被扭曲，被变貌安尼。啊，我虽然有绿岛，有隔海围墙，也有这个五千石段的这个清兵监视下。的家啊，啊，走出来，啊，台湾，但是台湾，啊，这个，已经变化这个社会，事实上，比有围墙、有海、隔离、有乌青石段，或者清兵去监视迄个家啊，搁再较恐怖，啊，这个。因为
有所谓听壁队，哦，听你的，伫咱的身躯边的人，伫出入的人，伫走动的人，到底多一个是要别啊？国民党的特务要别，咱唔知啊。就是你至亲的人内底，也有可能是这个国民党的要别啊。伊拿呢，你要讲一句话，就要千万的小心。你若讲了无细字，说不定半暝啊，你人就失踪，不得去呀。好，啊，人与人之间啊，要接触、要交往，无迄、那个、无迄个什么信义、重信义、重正义，迄拢无啊，等于拢无啊。看到拄到人，好像见到鬼。啊，这个人敢靠会住？伊咧讲个话，敢敢有几分是属实？哦，敢敢会当相信？安尼惊惊吓吓，啊，就是迄款个社会。啊啊，所以因安尼，我经过十七年农业生涯了后，转来。要求职也好，哦，要做事业也好，都受到真济限制。因为我第一是一个行医之道，所谓行医之道，比用咱的人吼，我也真苦力啊。啊，你要做事业，你到底有法度适应现实社会，比扭曲、比变质、比变貌，而这个。而这个不修法，充满着这恐怖特务统治下台湾的社会，你有法度适应？因为安尼，我当然了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呐，真为了这个代志相当伤脑筋。不过，迄个中间，我呐有几个这个日本人、外国人。啊，无咧信做这套，也听着讲我过去是为了二二八，啊，去坐牢坐过偌久，然后因更加，啊，由于这个好奇，甲正义感，我无咧信这套，来我家甲斗帮忙安怎样？啊，迄套我无咧管，安尼，后迄款，不过呢，我尽管受到在。外国人投资的这个厂商的支持、甲同情，啊去遐啊做啊做工课，但是我也发现到一挂已经变质、思考方式、价值观完全无同款的啊，这个人。变质的人，吼、哦，安尼底下，我有感觉就无法度跟相处，啊，感觉就责任问题，啊，受到这个正义感，苦楚，我感觉就我袂使搁再继续挂迄块的所在，跟人家啊浑水摸鱼下去，安尼，啊，即个即只迄个吼，啊，就过渡等下即个，啊，我。我再讲到回来，起码这个这代志讲到这，暂时保留哈。伫保留，我感觉着建军已经无可能啊。要鼓励遐山地青年来投入二七部队，完全无望啦。